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11月22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10月23。2016年的11月29号是下个星期二，是农历的11月初一。啊，请大家不要忘记多吃素、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我打通电话了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给师傅请安。嗯，谢谢。师傅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请讲吧。哦，哎，师傅你好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里有没有有没有灵性？佛台。你属什么？你几几年？你家里是不是你的名字啊？啊，是我和我先生的。啊，那你就把你的出生年月告诉我就可以了，几几年的？嗯啊，1986年属虎的。嗯，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女的？还有一个女的，没听明白。你家里你有你有女你现在你跟你先生两个人有没有孩子啦？哦，有我们有三个孩子。有一个女儿有不啦？哦，对，有个女儿。哎，好啦，那就没事了。嗯，因为我看见一个女的嘛。嗯。哦，对，一个小女儿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这小女儿。哦。这小女儿是不是圆脸啦？还好，不是很大。哎，这个腮帮这里有点大呀，嗯，就嘴巴这里边上。哦，对。对不对啦？师傅，你再说一遍。嘴巴边上，腮帮这里比较鼓的，就是肉很多，嗯，嗯。啊，对，OK， 就是我们家里就是有灵性吗？还是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。如果是你女儿们就没有，不是你女儿们，这个就是灵性啊，因为看她在你们家里跑来跑去啊。嗯，跑去。哦，我就觉得我们家经常听到响声嘛，家里没人的时候，一会儿。啊，那有可能是灵性哦。嗯，因为她现在跑到墙壁里去了，我的妈呀。好了，灵性了，不要讲了。嗯。你自己打过胎不啦？掉过孩子不啦？我不清楚，我就记得，很久以前好像可能不小心有掉过一个。掉过一个，嗯，在你们家跑来跑去的，嗯，前面看他还蛮正常。哎，刚刚你跟我讲你女儿的时候，她跑到墙壁里去了。好了，那一定是灵性。哦，那不是，他们小孩都睡觉了。啊，一定是灵性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那师傅。那我这样子怎么念小房子？怪不得你们家有响声啊。嗯，对，经常有的，我在念经时候家里都没人，然后一会儿墙上扣一下很大声，然后一会儿咚一下这样。那当然了，灵性嘛就是。在修房子了，然后是。好吧。师傅，那我这样子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这样子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嗯。你给他大概要53张吧。就是房子要经者，房子的要经者，嗯，房子要经者，嗯，好的，嗯，好的。不行啊，63。63，好的。师傅，我们家有菩萨来吗？早期来过，现在不来。你记住，凡是家里佛台没菩萨常来的话，家里鬼就闹得很厉害，闹鬼啊，人家说。哦，师傅，你说说我吧，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懈怠过，讲都不要讲。最早学佛的时候很努力，当中有懈怠过。嗯。对不起，师傅，错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跟你说的，自修自得的。对，知道。嗯，不要做错事情嘛。很多人呢，要死快了，现在才说师父对不起啊，我造过口业啊，来不及啦，有什么办法？嗯。你们千万不能这样的，
一个人做人都要讲道德，何况拜师啊，何况是师父是你们的师父啊，对不对啊？千万不能倒退的，逃不掉的，看都看得见。好好修，一定好好修啊！不能再倒退了，明白了吗？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先生68年了，他有佛缘吗？他有啊，他怎么没佛缘啊？他小时候拜过佛的。对，师傅，他在旁边，你跟他讲两句嘛，感恩师傅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你要听师父的话，你要知道你的晚年呢、啊，你的晚年身体很不好啊，你各方面身体，因为你的眼睛啊会越来越糟糕，而且你头痛啊，而且你会掉头发啊，你看你现在年纪不大，你的记性已经很差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你会发无名火，动不动就会发。突然之间发脾气的，这是有灵性在身上，所以你一定要念经的，你不念经不行的。你想想看，你太太能够念经，她以后会对你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照顾你，对不对啊？你也放心，她就是出去了，她也不会背叛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好好念经，你不念经，你不让你太太念经，很多人傻得不得了，不让老婆念经，好了，老婆出去找男朋友去了，他因为不相信啊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他不相信地狱啊，不相信天堂啊，所以他就敢做坏事了。你太太现在念念经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他会越来越对你好，而且经常求菩萨保佑你，有什么不好了？对不对啊？你好好念经，你有佛缘的，好不好啊？就是我的命盘怎么来美国20几年了，一直拿不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一直拿不出来。你整天你过去的吃的海鲜啊，活的东西太多了，讲都不要讲的。而且你的皮肤也不好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脖子上长了很多小的、小小的结，你知道吗？哦。你自己摸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全部都是。那你们以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出来？什么拿出来啊？就是念经啊。你要是做梦做到菩萨在你头上敲一下，脖子上敲一下，你就是做梦做到台长来跟你敲一下，你都就把你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拿掉了。否则的话，你结时间长了会生癌症的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。很多人小小的一个结，慢慢慢慢就长成肿瘤了，长成肿瘤慢慢变成恶性的，那么就是癌症呀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，一定不能吃的，要听师父话的。很久已经很早了，因为我在外州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啊。对啊，少吃。都因为没有这个，很少。你还要你过去吃过的，它全部算在你身上了，逃也逃不掉的。以前小时候可能有，但是来美国之前好像很少很少，偶尔吃。你一定要当心啊。我就知不到这些问题。你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最主要问题是什么？你最主要问题，你的关节也不好。你以后的关节也会痛，明白了吗？关节一直痛，你看可怜不啦？对呀、啊，你年纪又不大，为什么关节会一直痛啊？就是自己业障啊，业障很厉害的。明白吗？你有猛然的冲着太太发脾气，这时候都是身上的灵性啊，你一定要把它念掉。你不念经的话，你以后苦得不得了的，晚年会很孤独的，明白了吗？太多事情的堆在身上，一天到晚的工作不停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事情一天到晚在身上嘛，就说明没修好啊。你看看，你要是想得通、想得明白的人，不跟人家斤斤计较，哪有事情啊？所以学佛人为什么好嘛？就在这点呀，好吧，你自己好好先念心经吧啊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啊，师傅，师傅保重身体啊。再见，新加坡法会见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啊、师傅您辛苦了啊，请师傅看一下一位同修、哦、他是54年的马。
啊，男的女的？男的是吧？是你对。他现身说法过后，隔天呕吐，坐跌坐在地上，然后被送往医院。请问师父，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不如理不如法啦！现身说法的话，夸张了。哦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，过去有一个人上去现身说法，是个男的。嗯，也跟他一样，这种事情发生了，为什么？夸张过头，而且后面下面有好几个女孩子，哎呀，盯住他看。哦。他吸人家的阴气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吹过头了，人家盯住你看，哎呦，被你吸引了，接下来你就倒霉了。好的。这个你都不懂啊！我告诉你啊。大家都盯着你看，你都会出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气场多厉害。嗯。啊。好的，这样他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他是念礼佛。好，礼佛要念多少遍？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上台去演讲的时候，嗯，千万不能功高我慢，千万不能说啊，好像我是在演讲，你们是在听。你要抱着非常惭愧的心，感恩的心，你才能把这个演讲稿讲好。嗯，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功德没有，助长了功高我慢，而且在里边添油加醋的讲，那么护法神一听不是这么回事吗？来啊，惩罚，蹦一棍子就把你给打到在讲台上。我告诉你，吹呀，去吹好了，实实在在不好啊。嗯，你想想看，你在弘法的时候多少菩萨护法神在啊？好了，要很小心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江师傅他现在要念多少遍礼佛，针对忏悔？108遍。好，108遍。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倒没关系，27张就可以了。27张。嗯，好的。然后他还要放生多少条鱼呢？放生2000条就可以了。好，2000条鱼。嗯，是的，因为他现在他的脚水肿嘛。嗯。他如果好好忏悔念小房子，能够尽快消除这个水肿。肯定的，肯定的。现在是地府，这次是地府惩罚他，我刚看见了。哎呦。啊，是地府。地府怎么会惩罚？护法神安排的。嗯嗯嗯。护法神都不，护法神都不亲自来，叫地府惩罚他。嗯，明白。你问他呢，他昏过去之前先站一会儿的。是的，他说他先呕吐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先站一会儿的，站一会儿就是下命令了。他还胃出血哦，然后做了微型的手术。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千万上去发言不能吹的。好啦，好的，嗯，好的，要警惕一下吧。以后，好的，谢谢师父。还有看一下一位亡人，也是同修的外婆哈，他叫詹文基，那个詹字哈是蟾蜍的蟾，去掉虫字边。蟾蜍的蟾。詹文基。好，詹，他是詹，对，然后文。文武双全的文，那个鸡是鸡，那个鸡飞的母鸡的鸡 啊女字旁，就是那些妃子啊，古代妃子那个鸡，鸡飞的鸡。哎呀，你念白字啦，妃子啊，你已经知道妃子的妃了，你还要念鸡啊？张文就是妃啊，就是张文鸡啊，这个鸡啊。怎么念鸡的啦？古代的妃子的妃嘛，就念妃呀。哦，不是妃，它是类似那个鸡字哈，是类似它的意思好像是古代妃子的那个意思，它是鸡女字边旁边类似像一个橙子的橙这个字。什么橙啊？啊，橘子的橙子的橙啊？我不是就是那个。哦，不是，那个大臣的臣类似这样。啊，这个啊，知道，这个鸡 啊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因为我不太会解释这个字。张文基。张文基。男的女的啦？女的，2012年
过世的。啊，这个人已经在天上了。哦，在天上了。啊，已经被超超上去了。哦，幸好，因为他的孙子帮他念了很多小房子。家族方面，因为是怕他们有烧那些元宝啊，怕亡人不稳。是啊，在天上也不是太好啊，嗯。哦。嗯，在玉界天里边。嗯。哦，好的。这样他师父他们还要需要再帮他念一些小房子吗？不要念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谢谢师父。师父能再看多一位81年的鸡女的。好了，不能看了，给人家看吧。好，好，可以，谢谢你师父。再见。好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嗯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咦，台长你好。你好，台长你好。嗯。啊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喂，台长。哎，听到，讲吧。台长，我想问我的女儿。2015年浮尘颜色。2015年属什么都没讲啊？属羊，太紧张了。属羊。啊，你这个女儿浮尘颜色，还有浮尘颜色偏白的，奶白色的。偏白的，好的。那她以后她未来，我想知道她以后她想读哪一科会比较好。未来啊。对。她现在读什么科啦？她现在啊。1岁多而已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有事没事的问了，1岁多了，哎，以后长大再好好帮他念念心经吧。这个孩子喜欢设计。哦，设计好。他整天喜欢画画，喜欢画东画西的，然后呢，给他以后学设计嘛就好了。学设计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啊，赚得到钱的，好了。哦哟，1岁多了，你看看你自己吧，你看看你自己，看我自己，你自己没出息啊！我自己对，台长说的对。啊，你自己好好努力了，先把自己搞定啊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的念经。台长，我本身缺几张小房子呢？你呀，你缺的质量好吗？念经质量还可以，你这个先念69张吧。多少？69张。69张，好的好的。你这个人不坏的，就是气量小，胆子小。他刚说的对。说的对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机会都会没有的。像你这种人胆子小，而且敏感的不得了。以后要学会做人，只要干干净净就要顶天立地。你学学台长好不啦？你干净的事情，你认认真真的事，你怕什么？理直气壮啊。听不懂啊，一个人有理的人他气才会壮，一个懂得道理，懂得佛理的人他的气才会足啊。对啊，我会比较胆小，胆小，如果碰到一些事情会会说的。你还气量小，你还不舍得花钱，哎，你连娶老婆都不舍得花钱。你家具能做就自己做，能少买就少买。好，什么好啊？我说你结婚的时候就这样。嗯，我说你以后结婚就这样。啊，那讲我还能问我的母亲吗？你讲吧。1955年属羊的，她身体。95年属羊，他最近刚刚有一个小中风。嗯，看到关节不好。嗯，55年属羊啊，你妈妈年纪不大，哎，他血管堵塞3个地方，叫你妈妈赶紧吃，赶紧叫他吃。妈妈什么？对不起，血管脑血管堵塞3个地方。对，3个地方，答对了，台长，对，答对了。要命啊，我来帮你回答问题啊，还答对了，你怎么不说给台长100分呢？他那天中风的时候，他的左手和左脚不能动，一直动，没有，一直动，一直动不停。这是开始的时候，听得懂吗？那是痉挛，痉挛到后来堵塞了，那就不能动了。哦，哎，好的。我告诉你，3个地方现在只有一个地方，第二根血管的堵塞的地方还有一点点开通，
第一个有已经基本上开通了，他现在还有一根血管，走到那里就很慢。嗯。所以要当心，三四年之后还会复发，你叫他赶紧吃丹参片。对啊，我叫他吃，他们是听西医，他吃那个啊、血凝度压住那个血凝度了，他不要吃那个丹参片，哎、他讲。我就讲给你听了。丹参片，我就你去问问看，高级医生都知道丹参片就是帮助的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西医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西医，高级的医生，绝对是首长的医生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叫人家一直吃丹参片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就讲给你听好了。我相信台长，对，啊、我会再去劝我母亲。这个人是上海瑞金医院的，我就告诉你好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你这个，哎，你们都没办法的，不相信。西医嘛也有好也有坏的呀，医生也有灵和不灵的呀，高级和低级的呀，嗯、对不对呀？对对。这种烂医生把人家病看死了没有的。像台长，我母亲她也是有灵性在身上吗？有啊，有灵性啊。有灵性啊。你妈妈身上有一个小的，还有一个老的。啊，一个小一个老的，小的就是灵性，就是打胎的孩子。哦，他自己流过不知道的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不讲给你们听，上这年纪都不肯讲的、嗯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听得懂吗？好，知道了。还有一个大的是，大的是一个年纪大的老太太。老太太。穿着粗布衣服的，嗯、可能是他的长辈。嗯，脸大大的，嗯，明白。两个眼睛圆的，嗯嗯，好了，好，我给他听录音了。好了好了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，嗯、再见了，嗯，再见台长，嗯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啊，卢台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想请问你，啊，请你啊，开示一下，我要问我母亲啊。讲吧妈妈、啊、你讲吧、你妈妈几几年属什么啊、她过世了，她2000年过世了。啊，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做钟美花。钟美花。钟是什么钟啊？钟就金金有个金金就不了。金字边旁边上一个重，重量的重是不是啦？啊，对对了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种什么美花？什么美啊？美花什么美啊？啊，美丽的美呀、啊。花呢花，就是一朵花的花。呀啊，对呀、啊。种美花什么时候走的？2009年呢。种美花，找不到嘛？你们给他念过小房子吗？没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啊。小房子都不知道。小房子都不知道念的，中美花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念几张啊。念几张了？你一张都没念，你以后知道怎么念几张啊？中美花了，要命啊！啊，请你指教。很不好啊，还在轨道呢，还在轨道。轨道啊。啊，就是地府。哎、嗯。哦，他现在。他不好。他非常不好，他两个脚全部浸在水里呀、啊！哎呀，这样啊！受苦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走的时候关节就不好的。对呀、啊，他很痛苦啊！啊，非常痛啊！他走的时候很痛苦的。现在你们这些不孝子孙呐、啊，连小房子都不给他念，他还在受苦呢。哦，这样啊。嗯，你们真的不孝顺的。你们自己要好修心，好修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妈真的很痛苦啊。你妈妈头发也蛮多的，走的时候我告诉你，头发都很多。嗯，我都看到，现在我都看到她很痛苦，而且你妈妈的嘴巴里边的牙齿都坏掉了。哦，是。那怎么样救她？怎么救她？念小房子啊！你是哪里的？你在哪里啊？印尼啊。印尼哪里啊？巴淡岛还是在靠近雅加达？啊，我在越南的。哦，越南，哦，那是比较可怜。你以后这样吧，
你赶快写信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，以后越南要设立一个心灵法门的，否则的话你们那里有很多人，我们的佛友，你们要组织起来的。哦，好吧，好啊，你要自己要感恩菩萨，你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，好吧？我们会给你寄些资料，寄些书给你，然后你自己要开始念小房子，你现在问了之后我们会教你的，好吗？好，你现在帮你妈妈赶紧念63张小房子。63张哈。对。好吧。好啊。然后还要给你妈妈啊放生，要放生，要放500条鱼。500条。啊。嗯。好吧，你这些做完之后，我会叫你妈妈到梦里来看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好吧。你自己要好好努力了，你要自己在慢慢的在越南，你跟东方台联系一下，在越南自己要做些宣传，要渡人，明白吗？好啊，一定要的啊。好，这样啊。嗯。还有华人这么多，越南华人多得不得了啊。嗯。是啊。很荣幸，很感恩呢、观音寺菩萨和卢台锦啊。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国语讲的不好啊。什么？所以啊，我国语讲的不好。蛮好。只要能够渡人就好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赶快讲。还有问题，我要问呢，因为我妈妈给我一个房子啊，让我要买要卖出去啊，但是卖了很久都卖不。啊，你妈妈住在里边的，你怎么会卖啊？你妈妈经常一个月回来一次，你们家这个房子上面有声音的。哦，听得懂吗？闹鬼了！现在你要跟妈妈讲，把妈妈超度走之后，她才会让你房子卖掉。哦，你把这个63章念完之后，你妈妈走了，你才卖得掉，否则卖不掉的。哦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听得懂啊。啊，好了。那我怎么样呢？联络那个。东方台哈，打92832758，92832758，92832758，2758，前面是国家号是61，然后61之后你再加个二字，612，然后再92832758就可以打进来了。好，如果哪个人态度不好的话，你就问他你姓什么，听得懂吗？你要告诉他的，台长特别关照，因为越南的华侨特别多，你们一定要念心经，念大悲咒，否则不能保护你们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啊。好了，要观世音菩萨慈悲。还有，我要问我自己，因为我出生在1976年，属龙的。你呀、啊。哦，你怀才不遇，怀才不遇，听得懂吗？就是有才华，但是一直不顺利。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，而且身体上也有问题，你的肠胃不好。啊。肠胃不好，对呀。啊，还有你的现在颈椎也不好。啊，对呀。对呀。台上都看到你了，你人都不胖的，瘦瘦的，嗯。前面头额头前面还有一点头发。很厉害，现在知道了吧？你要好好的念经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要每天要念大悲咒和心经，否则你不会顺利的。怎么样？几遍了？你大悲咒每天要念21遍。21遍，好。心经要念21遍。21遍。哎、啊，礼佛大忏悔文念1遍，然后呢，你要叫你太太跟你一起念，相互保佑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你们可以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来保佑你们的。哇！你这个人挺好的，你是怕老婆的，你听老婆的，我知道的。哎呀，台长连这个都看得出来呀、啊！听得懂了吗？
你这个老婆呢、哎、你只要多做点事情多做点家务她就对你很好了，你这个老婆这个老婆不会外面去找男人的，人良心很好，嘴巴不好，喜欢讲、啊、你就让她多讲讲嘛就好了。嘿嘿，笑死你了吧，开心开心了吧，碰到台长知音了吧、啊、谢谢好好努力啊，听得懂吗？好好，以后啊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我太太啊，他问他怎么样，他进了啊，他1978年属蛇的，他1978年属他腰不好，腰不好，啊，好，还有叫他当心啊，眼睛也不好，干的眼睛干的不得了，哦、嗯，这样，还有啊，年纪轻轻啊，腰都这个肩膀都不好，肩膀酸痛。哦，还有啊，还有妇科也不好，嗯，妇科就是这个正常的那个生理期啊，月事啊、哦、都不好，嗯，哦，这样啊，我看你太太还掉过孩子，掉过一个孩子，嗯，掉过一个孩子，你去问他，那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也叫掉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也是掉啊，像你这种人能知道的，怎么办？卢大家你要给他超度的，不出超度他就一直让你太太腰不好。哦，这样啊、好吗？但我们要孩子，但是还没有，看见了不啦？你不把孩子超度掉他怎么给你孩子啊？哦，这样啊，你冤结没有还清，人家怎么会信得来呢？哦，赶快啦，念掉啦。怎么样做啊？小房子啊，念小房子啊，你打92832758来问我们秘书处吧，给他们做点功德啊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好了就这样，我这里没时间了，好吗？好，好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嗯，打电话啊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那个广告之后呢，回到节目中来。今天打不进电话，听众呢，星期四还可以再打。好，广告之后再见。什么事都没有，子女的教育重要。0402-876-400。